欢迎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月十三公司暗时新闻，我是孔阿文。新闻来关心的，就是这疫情上新的消息，因为国内诶新冠本土疫情是大爆发，今仔出困头增加十四例，上主要是这桃园联邦银行关注案国内扩大，增加十一例人为着，银行积极诶这关注案件，算算已经有十四个人确诊。另外，咱向这一例来采购诶最后一。批的疫苗未阿妈交代完，至于看台视顶表示，讲这批疫苗将可能会用不了，按个重视来准备。国内新冠疫情十三新增加十四例本土病例，创今年以来本土一天确诊新冠纪录，包含之前确诊机护员、客妹、大家甲囡仔拢确诊。联邦银行群组阁增加十一人确诊，分别是十个银行行员、甲一名银行员工加上。台北市联医仁安院区有一名专职病房护理师确诊，伊伫即个月十一早起做完第三期疫苗了后，下晡出现症状，经过采检了后确诊。一月十一号的时候，那去，施打追加剂的第三剂的疫苗，那施打以后到下午就开始出现有发烧、流鼻水、肌肉酸痛、喉咙痛等等的现象，那所以到了十二号早上一早，他就到他们医院的筛检站去做筛检，下午就看到阳性的报告结果 ，CT 值是十六。也增加一名死亡病例，是五十多岁本国籍男性，有慢性病史。去年十二月，捌在越南确诊，后来坐国际医疗专机登台湾。迄时阵已经插管隔离治疗，不幸病况恶化，在一月初九死亡。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严重的肺炎，直接到医院就插管住加护病房。从这个时序以及我们这边检出Delta 没有 Omicron 的情形来推断，应该我们这一位个案还是感染 Delta 的可能性最高。因为联邦银行群组已经有十四人确诊，指挥中心调监视器画面发现，染疫机护员两摆到银行，搁提催安落来讲电话，是重要线索。指挥官陈时中表示，一月初七银行有聚餐，无共桌食饭也染疫，染疫情形是重中之重。伊西利兰这边大概都有戴口罩，那这边在有讲电话接电话的时候就把口罩就拿开来。重中之重是这个分行的整个的一个染疫的情况，有十三名行员的一个染疫的情况，那确实是在我们这个疫情现在是我们这个最关注的一个议题。台湾向 A G 买一千万剂疫苗，最后一批176.15万剂，礼拜四下晡会到台湾。但其中表示 ，A G 最近较无人做，也可能会用不了。按过这批效期到5月31日，应先准备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的是，这长途航班旅客快速 PCR 落地采检，今嘛讲较近的比例真高。今仔有一帮这为求。金山来的这飞机82名乘客内底，都有10人确诊。啊，明仔载到后日总共要入境的人数，共到8000多人，这对着边境的检疫是真大的挑战。十三透早4点外，有4架长途航班到台湾，分别来自墨尔本、西雅图、甲旧金山，入境人数180人。顶半工验出阳性确诊14人，阳性率7.78%。每一架出的确诊数也是以美国线航班阳性率相关超过12%。其中有一个架次来自旧金山，它的这个航班的人数82人，就验出了10人的这个阳性反应，所以代表来自美国的航线依旧是最高风险。多机前线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表示，十三下晡还有2架长途航班，差不多200个乘客会到飞，阁有个接近高峰，应该是14、15天，预计确诊人数会阁较侪。高峰应该是在明天、后天，明天大概是800人左右，确诊的人还是会蛮多的。明天的预定的入境的人数还是4200多位，但是后天还是相当多，也是3900多位，边境的压力还是相当的大。目前入境规定要检核2天内 PCR 阴性证明，不过依然验出真侪阳性确诊者。指挥官陈时中分析各种可能情形，包含目前国外染疫比率高，还有真高的可能性是潜伏期。等于是几乎，若以潜伏假定是3天的话，这段时间入境来采的时候，就会有这5天里面染疫的时候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。因应14、15入境高峰期，王必胜表示，会阁增加一倍人力，检验机器已经充足，也新签约增加救护车数量，应付所有入境的旅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咱看到这桃园的本土疫情在收摊，而且桃园市政府有哪宣布讲，公司了国小要提早休寒，外界嘛在讨论，安尼全台湾敢要提早来休困的？啊，教育部长潘文忠今日回应讲，这是先个案处理，也未到全台湾需要全面性停课的阶段。用餐喽，把你的隔板拿出来。吃到时间，吃饭隔板搬进度，本土疫情摊开。在桃园有一间学校，今吃饭的时间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，先叫大家放吃饭隔板。桃园机场感染案扩大，目前在桃园已经有真侪间学校传出学生囡仔确诊，市政府也宣布公司的国小提早放寒假。不过外界关心，这种做法是不是应该全台湾统一？如果有确诊的个案，那么我们就以比较采取短天期，或是两周的这种预防性的停课的模式。以目前的疫情哈，跟指挥中心这边的观测跟了解哈，暂时还是先以个案性的方式来做这个防疫哈，应该还不至于即刻去启动到全面性的停课。教育部长潘文忠指出，目前以校园防疫指引采取短天期的预防性停课为主，通市到十三拢总六间学校加一间补习班停课，因为部分确诊者的子女采检阴性，所以暂时确定有两间学校复课。但是二月要举行的大学学测已经采取最高防疫规范，针对学生确诊隔离的状况，拢有相关的因应。另外，原定规划在三月开放非奖学金的华语生入境，也采取严格的检。尽管有发生一些确诊的境外生个案，但是因为采取14+7的隔离措施啊，那么对校园来讲还是相对的都能够维护到全体师生的安全。潘文忠认为，各校为了迎接境外生，一定会做好相关的安排，落实防疫。在确保校门安全同时，我们会当让学生囡仔健康进入校园。但是整体的校园防疫规范，也会配合指挥中心，即时采取应应的做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届这联邦银行这同行建成分行的职员十几人确诊，银行这边有人发表声明，表示讲分行明仔载又完事停业，后礼拜一会开始来调派其他员工来恢复营业。嘛，因为这个分行有年尾的聚餐，聚餐迄间店起码有那是紧急停业。上班时间，中立联邦建行分行大门拢锁掉，因为陆续有行员确诊。银行休一天紧急消毒了后，十三同款无营业，有民众要来办代志，煞无法度。已经九点了，还没有开门呢。啊，你们听说这里很多行员确诊？不知道啊，会很担心哦。我有看到，会啊，会很害怕。今天目前不会正式营业。有几个银行人员到位，内底干那几趴顶，银行四周围一直有清洁人员在消毒。因为感染到的几间服务人员，要来这个分行办代志，行员加做伙大一千人，累计确诊达到十四人。联邦银行发声明，建行分行暂停营业到1月14日开始会调派人力恢复营业。附近的三间分行所有员工拢完成采检。餐厅外大动作消毒，因为分行的员工捌伫1月7日到西堤中山店举办年终餐会，所以全店消毒，包含员工人客108人拢进行酷烈采检。今天确定停业一天了哈、不要不好意思，对。好，明天会营业吗？这部分的话是总公司那边在做事。好。中立确诊人数一直增加，两公大运动场采检站透早人真多，超过100人。因为人伤多，无法度消化，甚至人排到草埔啊顶悬。采检的这种情形，每一位采检站拢同款。桃园疫情延烧，引发国人紧张。在中立的自强活动中心采检站，现场还是有大批民众在等待采检，短短一小时内，更已经采检了。将近200人，同款这个情形也出现在疫苗注射站，排真长的人差不多看无尾。虽然要做的人真多，但过未少民众到现场，互人通知疫苗无够，无法度做，所以真不满。早起等点外钟啊，要2点钟排到迄头去啊，谁到谁打，骗人的啦。要排队是正常的，因为是不用预约，所以一定要排队啊，不可能一个人。一个时间一个小时全部10000人都打好，那我们疫苗是充足的。市长陈文灿讲，各疫苗注射站13载平均拢注超过800人，是过去平常时的2倍。因为住的人真多，一定爱排队等。桃园一边采检一边注射，提升民众的保护力，无要让疫情持续恶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除了有公布这确诊者诶，这卡亚加这消毒以外，所以通风市政府即马有那加强颗粒采检，也阁要求讲采检阴性的这银行的职员，因厝内面的人买有风险，隔离三天到五天。有确诊的银行的这职员啊，初步有那去新的管区，新的管区有那对于这地点加强消毒。对建筑物外口甲进行到喷消毒药剂、全身防护装备的桃园市政府人员，十三针对确诊者去过所在拢消毒。市府也公布一十一例确诊者的行踪，亲像伫个青埔的阿基亚卖场、中立宽东中路的全联宽中门市、中立的大润发卖场、大溪客运总站等，也拢加强消毒。桃园市政府表示，目前针对联邦银行、建行分行一条块的采检人数3013人，每个地点的餐厅也采检108人。对采检阴性的银行行员，因的家属实施有风险居家隔离3到5天。因为这个病毒厉害，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确诊者的接触者的接触者是不会做处理。那这一次我们例外，特别我们对银行。目前居隔的行员就是他是阴性的，那他们的家属我们也做这预防性的居隔。另外一个联邦银行确诊行员初步到新竹吃饭，新竹市政府要求餐厅12到14停业3天，取消个紧急通知。这时间吃饭的48名民众和13名员工采检，目前已经采检的40人PCR拢是阴性，也要通知7到11伫遮吃饭的291个民众来采检。那我们也紧密观察，这个新竹疫情的这个情况啊。那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是零确诊哦，那我们希望现在做好防疫工作哦，降低大家对生活上的影响。这联邦银行确诊行员设备也到过新竹县关西镇的2个农场，新竹县卫生局也派人消毒，扩列10名农场员工自我健康检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行政院今天通过了这婚害修正草案，将禁止结婚的年龄提高到20岁，有那禁止卖电子婚，不过有新增加加入婚这一项，讲审查通过了后，对当地市民卖。正义都市的婚害防制法修正草案正义版总算出来，除了提高禁婚年纪，由即卖18岁改做20岁，搁修正类婚品定义，禁止电子婚制造、私自卖甲经营，也搁加结婚。第二，新类型婚草产品征订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，上市进程也是已经上市，改变成婚也是暂停时，需要通过审查。那它不管是含有尼古丁或没有尼古丁的。电子或者非电子的组合及其元件，那这样的一个产品，我们定类为类烟品哈。那么这前面的禁止，包括这些电子烟所说到的制造、输入或者是贩卖。或者是供应。行政院强调，修法禁止电子婚、监管加结婚，应该当年关注婚害防治的当时基金会批评，修法一禁一开。虽然看起来只放行加结婚，应该电子婚加加结婚的行销通路真侪小塌，反而未来真歹管控。当时基金会也指出，国际上已经有真侪项研究显示加结婚含有无毒物质。我们看烟草公司自己，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家人烟草公司自己的网站的报告，他们为了申请在美国上市。他们坦承，他们至少有58种，台湾目前是禁止没有开放的加热烟。他们坦承至少有58种有毒化学物质。2020年的一个研究独立又发现了4种，所以他们至少有62种有毒的化学物质。当时基金会表示，将继续串联民间团体，提出民间版的婚害防制法修正草案，希望由新加坡、澳洲和香港主张相禁电子婚加加结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到台北市的疫情，在台北市立仁爱病院，共有了一名这专职病房的护理师来确诊了。指挥中心表示，讲会要求这病院要注意这装备的流程。啊，不过有了医生来指控，有确诊者家己就去关这抽风机的设备。啊，这指挥中心表示，病人若大住大意离开病房，相关会当罚个30万。
台北市联医中心院区有两个专职病房的护理师，其中一个护理师的男朋友也被划到确诊。十二暗时，台北市联医仁爱院区又一个专职病房的护理师采检阳性，住伫新北市土城区，十一早起注第三剂疫苗追加针，下晡出现咽喉痛、发烧、甲流鼻水，隔天主动到院采检 ，CT 值是十六。仁爱院区立即框列该专职病房密切接触者25人。裁剪结果皆为阴性。这个护理师较单纯，七八至十二，坐捷运板南线往回海山站加中校复兴站，也捌去餐厅、早餐店、加仁爱院区的便利商店。目前扩大科列采检39人，36个阴性，3个单台检验。指挥中心表示，目前仁爱院区仅一个单一确诊个案，无未出奇的现象。不过最近照顾的4个病人当中，有2个感染 Omicron。到目前为止，台北市联医累计有3个专职病房的护理师感染，中心院区2个是感染 Omicron。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小连续确诊，引起关心。台北市政府是讲，目前台北市联医收治126位新冠确诊病患，其中123例是境外移入，3例本土个案。台湾联合医院在这2年的专责病房就负担了台北市大部分的专责病房的任务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造成病毒的破口，所以这个部分医师人员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加强他们各项管制的措施。这两家医院的这个护理同仁照顾的都是轻症或无症状的一个确诊者，所以也了解在病室内照顾病人当中，并没有太复杂的一个治疗动作，所以基本上在病室内的机会相对的是比较小的了。目前北部真侪间病院轮流分担入境确诊者的隔离收治，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也接到订情，有部分确诊者把病房当作饭店，把护理人员当作服务生，甚至关掉病房内底抽风设备，造成医护的紧张甲安全危机。因为病人觉得专责病房的抽风设备太吵杂，而自行关闭了病房的抽风设备，让病房没有了负压的情况。指挥中心表示，感染的患者有义务接受治疗和检查，若是随便关掉设备，要罚3000至1500；若是随便离开病房，伤者会罚3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的是，走出这四年的飞行官陈毅这个代志有重大的进展。当时就是飞行机对海附近的海域的这搜救人员，今仔获得更加多这飞行机的残骸，也够激烈，不过也未发现讲这四年的飞行官陈毅。在白夜搬着大片的机身，国军兄弟用接力的方式将技术飞行机残骸物件，一粒一粒堆在白色的地下，找到的数量真多。有的看起来像机轮，有的像飞行机头，甚至顶面还有国旗的图腾。那包括过头了后，渔民发现的数量加总起来有10几台，也不过也是无找到失联的飞官弹药。一早军方其实就拿着金属探测器到现场确认过，而两个看起来像宝丽龙物品，很有可能是拿来定位的，也被推测呢飞机可能到海底下去了。而在稍早之前呢，在空中也出现了空拍机。有民众拍到迄天技术飞行机消落海的相片，画面中海面上起白雾。13A搜救行动，尽管是透早开始，也毋过中昼前后，本来负责空中搜寻的直升机一度换做空气机，技术伫对海地点来回翕。当地渔民也逐天来倒沙缸，一开始先高上岸的技术残骸，就是由三位热心的渔民伫对海地点附近找到的。钓到个只是一挂残骸电线。啊，个一挂悠悠啊，都已经解体也足散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着安尼，啊，剩的物件，吼，军方去公布，好无？两只鱼骨啊，只，哎，鱼骨啊，只吼，不料总找啊，找啊，讲好，啊，差不多摆啊，已经未走啊，未走，阮才讲好，啊，无，再来平找，啊，才开始找着遐物件。现在遐头军方应该去捡啊，系啊，对啊，收，系啊，阮收当，阮嘛搬袂转来啦。民众讲，现场的土质松软，就算是看到未少大型的残骸，也是无法度抓回来。为了让搜救行动更加顺利，早起国军也请来营造业的江苏警官协助，也在钢筋铁丝、竹竿等物品到失联的地点，拍算搭平影也是平台方便作业，佮搭配11名畅水警官扩大追下搜寻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对外由我们军方那个政策部门发言
为十一分关系了后，就陆续发现飞行器残骸加滑脱，甚至也传出找到飞行器顶的乌鸦肉。不过在场的军方人员面对任何提问，拢无做回应。这摆找到大量疑似飞行器残骸物品，也希望更加接近失联的飞官弹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个冷气团来，这个古海坡的这个玉山加这合欢山拢是零度低温，所以有那出现这个路面有结冰的状况，有车辆就规个出出去从那修路。公路总局有那宣布讲，今仔 AM 会有警性的封闭吹风加大雾岭这路段，车辆干来会当出袂当入。合欢山水之江路段路面结冰，民众徛伫个路算甲真欢喜，无想到下一秒。后边的小车挡袂牢，直接弄到头前的轿车，现场大家大声叫，一个查某乘客赶紧为汽车后座走出来。人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。这个事故是十日发生的，影片传起的网络引起众人讨论。警方表示，两台轿车发生车祸，在现场讲和解，无把车甩去路边，再加上路面结冰，后边的车挡袂住，结果发生第二起车祸。有辆自小客车亦因路面结冰。未注意道路前有车祸车辆，来不及刹车打滑，造成再次追撞，第二次的 A3 车祸，所幸没有人伤亡。冷气团到位，观海拔山区虽然因为水汽无够无落雪，暗过维持伫零度左右的气温，包括玉山、合欢山拢出现路面结冰的情形，提醒用路人爱注意。水晶宫那边真的是结冰，所以游客虽然有的有挂雪链，还是会打滑。提醒游客，就是行经五岭到水晶宫这一段，还有客难关，就是容易结冰。根据气象局的资料，十三暗时带十四架线，合欢山观海拔路段会持续低温。公路总局宣布，下晡五点开始，已经成封闭吹风到大雾岭路段，车辆干来塞出未塞入。十四透早看气候加道路状况，再来决定开放还是限制加挂雪链的车在塞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这好跑当定着消息，今天一再有十一个人去这花莲丽珠山的温泉遐去佚佗，啊，六个人去好跑当定着，有两个人资本也够昏迷，啊，这消防人员是赶紧来请求空勤支援，将这受伤人吊挂落山。有六个人被虎头蜂叮，每一个都被叮七个以上，被虎头蜂叮到头。我们路过虎头蜂区，前面的人路过可能动作太大。不小心触碰到这样子啊！空勤总队直升机来做吊挂，第一梯我们挂在两人哦，先去慈济医院；第二梯再送另外的三人下来到门诺分院这边，由我们的救护车再做后送。那另外一人的话，他是由我们的消防同仁陪同他们一起步行下山嘿。花莲关的消防救车的通报了，我们随请求这空勤总队来协助，现在这医护人员上山做初步的治疗，所以啊，把一挂人分别送去这门诺的这消防病院加住宅病院，啊，两个伤势较严重的病人在送病院进行拢恢复意识，经过病院的治疗了后是无生命危险。今仔六个这队员是由消防人员配音勇敢行下山。来看下明仔载的天气。在北部地区温度是十一度到十八度。在中部地区温度是十一度到二十三度。来看到这南部地区温度是十一度到二十五度。在东部地区温度是十二度到二十一度。天后金门妈祖是这八度到十九度。感谢乡亲收看今天暗时新闻，新闻最后来看这天母盘的路况了，咱再会。